四个月终于杀青了。四个月。对。从夏天到。对，秋天。时间特别长。哦，那是还好。这是在横店享受踢球的乐趣。横店肯定是享受是拍戏的乐趣吗？你这人会不会乱拍？你这人会不会乱拍？然后之后想先干啥？之后在我录完这条 ID 以后，大家就想看到我消失了，去休息了。对，忙碌了将近快小一年吧。对，好像就觉得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休息，去充实自己。对，希望在我休息这段期间，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好好上自己的学，好好努力工作，等着我赶紧回来。OK。啊，那跟陆 boss 汇报一下，咱们奔跑小剧场也要暂停一段时间。休息嘛，也不能追着你一直在旁边，还要你充实自己。你以前就把这东西推给我，怪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也是很机智的，我知道。对，简直是张家靖。可以用。对啊，小剧场已经录了基本上两年了。你有没有觉得第一期是在学的？学一下。真的好，感觉过了好久，两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真的忘。路跑男，然后从那个高铁十六节车厢跑第。我记了。对。一共。多少期你猜？两季。多少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拍了快两年，对吧？对啊。应该很多期吧。一共39期。39期。然后。不少。对。已经很多。多。录起来已经很辛苦。来。对。然后时长一共57分25秒。还不到一个小时。你们的天嫌短。没关系。好吧。其实挺不容易的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那没办法，暂时要停播了，因为我也需要休息。对呀，陆 boss 好好休息。那休假之前有没有还跟大家说什么？在我心中，还希望大家好好上课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工作，努力的，还有不要忘了锻炼身体啊，强身健体啊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